好，还有一个就是今天这个呢，一下子登上了这个热搜排行榜。我问一下介大使啊，卢沙野好久不见啊，那之前他的每次讲话都这个蛮呛的啊，然后金句齐发都会登上热搜。然后呢，他是这个大陆的驻法大使，那曾经一度还传出他被撤换，结果证明没有嘛，位置坐得稳稳的。他出席了个研讨会啊，那当他讲很多了，俄乌战争讲了一大堆。那他有一段是讲到台湾，他说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讲，中国的内战还没有结束啊。目前在台湾的政权是中国版图中的叛乱政权，那中国政府呢，随时有权驱逐这个政权，把台湾治理权重新收回。我们不想用武力实现这个目标，不想让台湾民众遭受战祸，希望透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台湾治权的回归哦。当然，今天你看到在台湾媒体登的大概就是上面这几行啊。那当然，对台湾民众来讲啊，那从现实上的情感来看，觉得很不好听。但不管如何，在大陆的网媒几乎一下子都到热搜排行榜第一名。那从法理上来看，介大使你觉得呢？我觉得这个中共对台湾的政策哈的一大转变，非常大的一个转变。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说为什么造成的，那我觉得赖清德要负责。对，哎，就两岸关系上啊，过去这么多年来啊，大陆对于啊，在所谓的他用的台湾政权啊，他的定位是什么定位？中国大陆一直模糊的，他是规避这个问题的。台湾的政权什么定位，它的性质是什么，大陆你看从来没有提过，你去查任何记录他都没有讲过这是什么一个定位。这次卢沙野讲这个话，我是在外交部门驻外代表讲这种话的时候，这种定位的问题的时候，他一定会请示国内的，他不敢随便乱讲的。这个话，那个就是说大陆这个政府怎么，所以从他的口中讲出来一定是大陆官方有定过调的，定调的。所以呢，现在居然用的叫叛乱政权，这四个字我过去从来没查过。我想请问，我还想正要找一些这个两岸问题的专家去他们查一下，大陆有没有曾经称呼过台湾的政权？他会讲叛乱的一省，对，叛乱的一省，他没有讲，他讲国军是武装，对，叛，他以前用叫什么？有一个那个董军有讲台独武装吗？对，台独武装。可是这个叛乱政权啊，他说在台湾的这个，就是说哈，政权是中国版图内的叛乱政权啊。这句话我觉得啊，真的是这句话讲出来以后啊，我们对两岸关系这个过去认为九二共识这个框架哈，我觉得九二共识的框架现在啊已经被重新改写了。那这个就是赖清德他的。从五二零以后一系列的这种冒进，这种哈冲，最后说哈，就是一种怎么讲呢？一种赤裸裸的这个台独本质的一种啊讲话造成的。那我觉得蛮遗憾的，因为事实上的话，这个事实上的话，他没错，内战是还没有结束。对，那过去两岸达到共识，最基本是在九二共识。九二共识是互不承认政权，对，互不承认。主权，然后呢，相互承认治权。那现在他已经告他这个主权互不承认，他没有说，他说两岸同属一个中国，对一个中国都没有定义呢，都还没有讲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两岸同属一个中国，他一直保护一种，维持一种我们外交上一种叫什么建设性的模糊，哎，建设性模糊，可是你现在打破模糊。那这个事情就整个本质改变，因为他如果说定调是叛乱的话，叛乱政权驱逐嘛，对不对？叛乱之后驱逐，对，所以他驱逐这个政权啊，对，所以这个就变成他应该，我觉得他应该讲，就是说台独政权的话，应该是一个叛乱政权，可他现在就没有这样讲，对，他讲说台湾的政权就是叛乱政权，所以你觉得这个绝对不是就是他的个人意见嘛，哈，绝对是这个官方定调的，不可能。那这个哇，这个，所以我认为是两岸关系史上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，而且他很明白的讲。我要收回治权了。哎，过去政权那个主权他都没有说跟你，他是搁置，有一点搁置的问题啊，对不对？主权问题是搁置，然后呢，治权是怎么样？不否认，大家怎么样？就用一种哈默契，哎，也没有白纸黑字，有一种默契，互相怎么样共存的感觉。
然后呢，把这个好共谋统一的事情推到比较远。以前所谓的一中框架下有所谓的各表的一个弹性嘛啊，那现在如果说是叛乱的话，就是叛乱，就是说他等于在解释了嘛。我认为如果说跟他如果在讲说这个叛乱政权是因为台独的关系哈，那他就可以跟就是说最近中国大陆这个宣布啊，要对台独的这个哈这些哈。顽固台独分子啊，进行法律追诉哈，明白提出惩治顽固台独分子的哈法律意见啊，他可以结合在一起。可是我觉得他在没有我就很想去看听他的全文，他一定我觉得他应该还是用法文讲的吧。那很可能就要去查一下这个话哈。因为这种定义的话，事实上我认为就是大陆对台湾的属性改变，属性改变。因为国台办我们看到每次讲到这个，要不然就是民进党当局，要不然就是赖清德。不过他的用语是台湾的政权，国台办从来没有这样讲过，是从来没有讲过。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一个这个转变。因为我一定假设他是得到他的国内的首肯，用这样子的用这样子的用语啊，因为驻外大使他。谈到敏感问题的时候，这个不是他熟悉的领域了，非常敏感。他不熟悉的领域，他一定他这个稿子，他一定会跟征求他们哈这个首都的同意。我们驻外也是重要讲话，你一定要国内先报备。好，这个在6月26号大陆媒体记者这个国台办记者会当中哈，陆媒记者有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呢，这个惩戒台独22条之后，台湾陆委会不是说嘛，互不隶属啊，制裁无效啊，言下之意你怎么抓，你怎么执行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如何产生效力，这个大家都在问嘛啊。那朱凤莲讲的，我觉得也是，你看这个四个字，一追到底。一追到底，依法严惩啊！好，看不懂的可能就是说你怎么样一追到底呢？来，我们来对照一下，当然案子不太一样了，情况也不太一样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播张若愚。你知道肌肤年龄可以自己决定吗？25岁之后，胶原蛋白流失速度将大于生成速度。想要北泡泡的 QQ 脸，吃的保养最重要。皮肤好，人不老，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。实际研德国专利胶原蛋白生态，快点购，全台独家贩售。德国专利原料进口，成分天然，零添加，平均分子量2000 Bq，小分子，好吸收。重金属、西药检验、SGS 检测全过关，品质安全有保障。一天一包 Verisol 女神专用胶原蛋白，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 Q 弹，甚至产后补充，都十分推荐。在这里想告诉大家，这不是药，保养习惯就要从现在开始。90天青春有感计划，拥有弹性美肌，超级 easy。输入推荐代码，还可以享有更多的额外优惠折扣哦。